大家注意看，过年的餐桌上总不能全是大鱼大肉吧？像我这样做上一道爽口大凉菜吧，真的是特别好吃，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。首先把粉丝用热水泡上，盆里放上黄瓜丝、紫甘蓝、干豆腐、大白菜、胡萝卜丝，泡好的粉丝再用热水烫熟，头凉攥干水分，加上一把醉人的花生米、提味的香菜段，碗中打上两颗本科毕业的笨鸡蛋，搅匀打散。忙忙碌碌一整天，连教做菜再剪辑，就做出这一个视频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，今天给我点个红心鼓励一下吧，谢谢大家了。接下来非常关键，碗中加上干辣椒、蒜末、一勺芝麻、一勺粗辣椒面，用热油焦香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海天凉拌汁，大品牌好味道，过年不管做什么大凉菜都特别好吃。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，拌匀以后倒在食材里。最后一个重点，拌菜一定要上下搂着拌，这样拌好看有型，不出汤。过年喜欢吃大凉菜，你就这样做，真的是特别好吃，喜欢你也试试吧。